吓死了！奇怪，我干嘛这么怕被秦深看到？我和宋思义清清白白的，有什么好心虚？我一定是害怕他见到我做小助理的样子，有损我的威仪。所以你们是要拍 CP 情节吗？怎么可能，都是各拍各的。不过也有可能一起拍。大家都出来准备吧。你还记得那个回去演的那个就是那个回去演的那个算吗？你来了。我是来拿，快来帮帮我，我一个人挂不过来。化妆，我不会化妆，你们毕竟是要拍宣传片的，还是要画得好看一点。怎么可能，再不会画也比男孩子会画啊。其实打个底，修个容，画个眉毛就行了，很简单的。拜托了，我手都要废了，还耽误进度。好吧。同学，他给你画。袁浅可真可爱，迷迷糊糊的，刚刚还差点摔了一跤。其实我真挺喜欢他的，每次跟他出去啊，就觉得自己像带了个孩子一样，太可爱了。好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小助理，你不是肚子疼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化妆。你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回来拿东西，林薇让我帮忙化妆。你肚子不疼了？不痛的话，你就帮我化了。是不是想旷工，所以才跟我说肚子疼？我走到一半，肚子突然就不痛了。你别看着我，看上面。你干嘛呢？你又不让我看你。那我不得找点事情做。你再乱动，信不信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？你会化妆吗？你怎么一直画我的左边啊？你为什么一直在我左边擦呢？先别看，秦深，你再皱眉，我就要给你画成钟馗了。你等我画好了再看，保证惊艳全场。听你的。
化完妆了先走，分两组拍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来，那个体育系的男生，你先跟我走。好嘞。啊。我们走吧，摄影师喊我了。我要留在这儿帮忙化妆。你是我的人，得听我的。我走。哎。他们俩可真养眼，在一起还挺有趣的。他比你玩画都已经画完了，你要是不会的话，就让他来。马上就好。你是生气了吗？因为袁浅和别的男生亲密。这天太热了，你有水吗？没有。那你给我扇扇风呗。赶紧拍你的去。我得享受一下最后还有小跟班的美好时光。我不伺候了，你就说你到底接不接受采访。你前两天不好好的吗？今天怎么突然不爽了？因为秦深。你不接受采访就算了，用不着这么奴役我。我不这样的话，你这两天怎么可能抽出时间和我在一起呢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休想造反！你要记住，我才是你的老大。还有，多大人了，还要人陪着训练。如果你当我老大的话，可以一直在我身边。我愿意让你一辈子当我老大。你肉麻死了！走了，老弟。好的，老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昨天训练的时候有点肌肉拉伤。那你怎么不休息一下，还来训练？拍摄等于休息，不然我现在应该还在赛艇里呢。你真皮！哎，喝点水吧，当运动员也太不容易了。比起夺冠，我觉得追到你更不容易。那当然，像我这种仙女，岂允许你这种凡人觊觎？还是好好当你的运动员吧。那两个人好像比表演系更情侣档。哎，是啊，好帅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来，怎么了？借用一下。我觉得你不拍宣传片挺可惜的。我这样也算是参与了。是啊，以我小助理的身份。谢谢。你说，如果你拍了宣传片，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画面会怎么样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中了。很开心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宋思义，你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柜子钥匙。哦，你好像放在柜子上面了。您在柜子上面找一下。找到了。好嘞。挂了吧。
谢谢啊。场务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礼炮就一个，你让我怎么拍啊？对不起，现在没光了，根本没时间。来来来，你赶紧过去。哎，好。发生了什么？刚刚要拍那种欢快的毕业画面，但琴声撞了我一下，导致整个画面都用不了了。彩带就一管线都在地上，捡起来很长时间，还有好多画面都还没有拍，时间可能不太够了。嗯，是你撞的我。既然时间不太够了，那我帮着剪吧。你是想替他弥补吗？啊？那你们一起剪吧，一个人不够，两个人刚好。来，演员。过来！好，快点！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，一会儿找你，拜拜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是你们的寝室啊，来，过来，大爷。好，一会儿我说开始，你们就往这边走，然后你接近线摇下来，好吧？每个人都说好自己的词啊。一个镜头拍好几遍。剪了一首歌，又不是结婚，要什么彩带？袁泉。